恭喜恭喜，可以可以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恭喜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啊，谷大夫，恭喜啊，谷大夫，恭喜恭喜啊，欢迎欢迎，母亲小寿还有劳烦您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难得嘛，谷大夫平时救人造福乡里，母亲大寿，那我们当然要恭贺一下了吗？多喝几杯啊。客气客气，谢谢啊，老太太到。谢谢谢谢大家。虎峰娘，我说了不要麻烦大家，怎么大伙都来了？老夫人，您这是哪的话呀，这么多年承蒙谷大夫照顾，您过大寿，那我们当然要来恭贺一下了吗？是不是啊大家？谢谢谢谢，坐坐坐，大家都坐啊，坐姐啊。哎，我的宝贝孙子呢？今天一早冯城带他出去了。上哪儿去了？他说要给您准备一份大礼。哎呦，一个七岁的孩子能准备什么大礼呀？啊，来坐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啊，顾大夫，什么事？小少爷出事了！啊，他人在哪儿？在和平医院呢。我的孙儿，我的孙儿，我的孙儿！老太太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小少爷到河里面抓鱼，不小心溺水，我下去救他，真是没想到，我把他救上来的时候，他就没气了。不是，绝对不是，不会是我的孙儿，不是，一定不是，不是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！啊啊啊！顾大夫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老太太。我的孙儿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的孙儿，我的孙儿，对不起，老太太。都是我的错。你干什么？是我没有照顾好小少爷，没有阻止他到河边去玩耍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对不起。你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不，顾大夫，这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该死。当然该死了你。娘，娘，你害死了我的孙子，你还有脸待在这儿？让他滚，让他给我滚！你别激动。是孩子自己顽皮掉到河里面，不关他的事啊！不关他的事，是，你是个救世济人的大夫，你了不起，我没你这么伟大。顾家，几代单传，就这么一个孙子，你媳妇儿死得早，你又不肯续弦，你要我怎么办？啊！啊！爹爷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惩罚我？我该怎么办呢？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别生气，别激动，对不起。你给我滚！我打死你！你给我打死你！娘，别打了。娘，打死你！注意身体。这个人。害死了我的孙子，我要他赔命，否则就让他滚蛋，滚蛋！老太太，你别激动，老太太，你注意身体啊！滚蛋，滚蛋，滚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顾大夫，都是我的错，顾大夫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
对不起。进来。老太太，你还有脸来？你滚，给我滚出去！老太太，您千万别生气，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错，所以你来赔命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条贱命